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刘伯务的 Uber 司机租赁靠行团购买车实战手册。刘伯务之所以录这个节目，实在是因为每天有太多的司机来问刘伯务有关于团购买车，有关于租赁靠行的问题了哈。那刘伯务当然在这工作上面的服务的时间已经相当的长久了，司机所会面临的问题、遇到问题，刘伯务大部分都稍微了解了哈，也不敢说一定能够帮你解决。所以在业界里边，就有几个好朋友都喜欢叫刘伯务说刘博士了哈，啊，不敢当刘伯土倒是真的，刘伯务大学都快要读没有办法毕业了，可能当博士呢哈，勉勉强强才毕业了，所以博土可以了，博土是刘博土是比较适合我的了哈。那现在要讲的是团购买车，团购买 Lexus， 刘博真的是土土的。其实我刚开始他这个 Lexus 出来的时候啊 ，Lexus 卷出来的时候，就好几年前的哈，我根本搞不清楚这两个怎么念。所以有一次去看车的时候，要去看 Lexus 卷，跑去 Lexus 那里看，一看那都 L 开头的，哇，那看啊差啊侪啊，中红差啊侪啊，那中红看啊好啊，我买对吧？一看，走唔着，街唔够歹势，人个拢偷过去的，安尼是要看迄国产的，刚走去遐去啊吼，好不要紧。即马其实，在台北跟桃园呢，还是有相当多的司机是开 Lexus， 但最大众还是宾士啊，最大众还是宾士的车子。我讲的是尊荣的部分哦，现在讲的尊荣的部分。所以你如果是要跑尊荣的，那台湾现在其实，在 Uber 的统计啊，外边我不知道，比较多的是宾士，那 Lexus 跟 BMW 其实是已经差不多了，所以 Lexus 的这个串起啊，在台湾的串起相当的特殊哈，它是日本的豪华品牌，在台湾2018年的上半年就卖了快9000辆哦，所以是赢过 BMW 哦，当然在国外没有啦，就是台湾比较特殊 ，Benz 是一定是第一名的哈，在这个豪华品牌里边。那如果你是要开尊荣的，你想要买 Lexus 来开，是可行的。所以就有人问说：“哎，我买这个来晒干没好？你晒这干没好？”台北一大堆司机耶，桃园也是啊，都是买 Benz 跟 Lexus 来开，你想干没好？你敢讲难？所以就不要一天到晚问说：“我这个能够赚多少啊？”就看你的本事了，真的，你要赚多少，我刘伯务真的不会帮你预估了，就是你的本事你自己看。但是别人就真的有办法开 Benz 哦，公告扫兴啊，拍谁？你们家醉耶！哦，今天安尼，旧话爱讲嘛是讲久会扫兴，所以说哈，那个你现在有兴趣来买了，但你自己买一台哦，你是正在看，跟你参加团购一次买10台，这个价格折扣一定是比较不好谈的了哈。那你会想说啊，不是说中年吗？更小中年吗？没有，你来找我团购了哈。你知道团购介绍都袂中诶，因为你敢讲一台，要敢讲中诶，哦，至少保证是对买的人是一定划算的。你说我不要跑 Uber， 我要参加团购可不可以？我搭你们的顺风车来团购可不可以？欢迎，可以，没问题，但是你如果是要跑 Uber 的话，你如果是要自用的话，你要买哪一款都 OK 啦，你高兴就好。但你如果要跑 Uber 的话，你要先跟车行联系，确定你要的这一台是可以跑 Uber 的尊荣方案，不是精英啊，精英几乎都可以了哈，只要是4个轮子、4个门的都可以了哈。那尊荣的是有车款的限制啊，而且这个车款有时候那个 Uber 那边会变动，
所以你要买之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要跟车行说你帮我从乌本那边确认啊，你不要问赖的小帮手，哎，真的是小帮手，哦，你就是请车行跟 Uber 确认说这台可不可以，我要买 Lexus 这一台可不可以开尊荣啊？精英就不用了，精英大部分都可以了哈。我要这一台的尊荣可不可以啊？确认了之后啊，你才买啊，这个就是要注意的地方了哈。那台湾很特殊啊，台湾人特别喜欢 Lexus。因为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觉得说他豪华车，然后不想那么招摇，开 Benz 开 BMW， 然后所说低调的奢华开 Lexus， 现在看一看不是耶，现在蛮高调的奢华了，那车子的车款越出越多了，越来越贵了哈，一百两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七百哈，这是啊，一世嘛赚无，有啦赚有啦，但是都不吃不喝不穿，不可能不吃。不喝不穿嘛，一定要吃喝穿都要的，所以都为了营业啦，所以还是很多司机买这样的车款来跑啦。那如果你有要买的话，你欢迎你参加刘伯屋的团购买车。那还有一种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一次买到这么高档的来营业。其实还有外汇车的方式可以让你美梦成真啊，让你真能够开着你喜欢的车子来营业，就是外汇车。那外汇车没有办法团购啊，外汇车啦、中古车啦，这都没有办法团购，这只能个别的谈啊。那你找刘波，刘波可以帮你介绍专门在卖外汇车的车商啦啊，这个都可以让你美梦成真啦啊。好，那就是团购买车的概念，我们一次买一台，跟一次买十台，虽然台面上讲的中介绍拢做顶波的哈，我这名牌呢大厂牌那有可能啊，那可能怎样，还是可以的啦，就是我们一起来集合众人的力量啊，网络上也有这种网购成团的了哈，但是那个时间都拖很久，有一搭没一搭的，所以。会成团，但是时间拖足久了，有时候还失败了啊。那你找刘波，因为我们都是要开 Uber 的，这个目标明确、理想明确、需要性明确，要买车就是一定会买，袂讲安尼一心二意啦，几下小学被背，几下白背，要买的都一定是会买的啊。条件不够的，那个贷款都贷不出来的那个就很难买了。但是只要你条件够好。你贷款都贷得出来，你要买任何车种，你要参加团购，这都是可行的了哈。好，就这样子啦。喜欢刘伯的影片，欢迎你按赞、按分享。讲得不好的按烂，讲错的帮我留言修正一下，刘伯都非常的欢迎你了哈。好，就这样子啦，拜拜。